欢，有发现哈，终于是有发现了。我刚刚我直播前我就在想说，你们这次总该发现了吧？应该不会又没发现了吧？那么明显，这么明显，应该不会没发现了吧？还好有发现，还好还好，总算是有发现了。头发好短，对呀，剪短了，可爱吧？晚风，晚风，晚安安。Hello， 花生什么树？晚安。我原本还想要再短呢，但是后来觉得算了，还是这样子好了。可爱，我觉得短发还，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。我昨天晚上就先梦到，最好是。你梦到我剪头发啊、哦，也太厉害了！阿秋晚安。Hello， 雨瑞，再短也很好啊。有，我有想，我原本是有想要再短的，之后，现在先这样子，之后我要再短一点。那种就是，凉快，对，夏天还是要短一点比较舒服。太短了，真的、哦、你们觉得太短了、哦？那我的不是更短？好，你当然要短了，你要留长哦。当然要留长。好、哦。留长在打红甲的鱼平。对啊，要剪头发。好棒哦！终于有发现了，我之前剪都没人发现，这次剪一次剪太多了，大家都发现了。哎、欸，你要、要我剪的话就拿来吧。其实不需要你剪，我自己会剪。好哦。切。好好好，我们来吃。可以吃我昨天煮的，我昨天做的牛冻，可以拿来吃。味道不够重。味道不够重。太轻。已经很重了，哇！你知道吃多重咸？你看外面的牛洞啊！我昨天帮大家煮晚餐，我做那个牛洞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我做了牛肉洞，超好吃的啊！你一个人为大家做晚餐吗？煮是我煮的，我为大家煮晚餐。啊！材料全都我弄的，材料全都我弄的，看一下。就洋葱是你切的，还有葱是你切的而已。你知道光那一些是最最费力的。好啦，反正昨天弟弟帮助我一起帮大家煮晚餐，总可以了吧？啰里吧嗦。哎呀，你好恶心，走开！我昨天自己做牛冻，牛肉冻，然后我一次煮了十人份，我就煮超级多的，然后今天就可以继续吃，这样比较凉爽，对啊，这样凉爽。而且吹头发吹得很快，我这样子，欸，你知道我之前长头发比较长的时候，我吹头发都要吹20分钟，我现在就比较短了嘛，大概就吹10分钟左右而已，我之前都要吹20分钟，就很方便，我觉得短头发好处真的太多了，短头发又凉爽，然后吹头发又吹得快，洗头也洗得很方便，就。瞬间就泡泡的用点点，然后就瞬间就摸完了，很方便。原来剪头发了，对呀。Hello， 季风亮。越来越有夏天感觉，对啊，超热的耶！我这几天睡觉都就是。就是我这几天都超级想开冷气睡觉，但是我没有开啦，就是
我还在忍耐，好热啊！最近睡觉真的超级热，就好、哦，真的是夏天超热的耶，很想要开冷气，但是又觉得不行，就是不行，现在开还太早了，这样对吧、啊？一忍耐，哦，好热、哦。你前天也剪头发哦？我觉得现在变热，哎，我去剪头发的时候，超多人也在剪头发，哎，我觉得是因为天气变热，所以大家就开始要剪头发。比较喜欢长发的你，真的、哦、啊，没关系啦，这个两个月后就又变长了，很快的，很快的。你爱卢卡，卢卡晚安，变很短，对啊，可爱，我觉得很可爱啊，短短的。剪的蛮短的，我一开始剪之前我还在犹豫，我要剪到肩膀下，就是刚好就大概这个地方刚好肩膀下一点点，还是肩膀的上面，我就在犹豫，我在剪之前就在犹豫，可是其实也没差很多啊，就是我原本是打算剪到这边，但是我有点想要，就是我想要就是剪一次剪短一点，所以我就一直犹豫要剪到这边还是剪到这边。但后来觉得啊，真的太热了，呵呵，那还是剪短一点好了，就剪到上面去了。开半个月啦，晚上都热醒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是，我最近也是半夜都会醒来，但是我应该不是热醒的，我是最近有点感冒。谢谢草莓酱的文手礼，我是最近有点，我最近。感冒就是喉咙痛，然后鼻塞这样，所以晚上我这两天晚上都因为鼻塞，所以半夜醒来这样，超不舒服的。但是我今天感觉有好多了，我刚刚还去吃了，你知道真的太热了，我刚刚还去吃了那个全家的双麒麟，可是我没有吃它的新口味，我是吃牛奶口味的，我特别我个人很偏爱牛奶口味。香草口味就是这种的，我很喜欢香草啊牛奶那种口味。对啊，就对，就喉咙没那么痛了，所以就去吃了冰淇淋，双淇淋，好吃。去年撑到四月中才开冷气，二月底就开啦。哇，我现在还在撑，我现在还想再撑久一点。对，就是这真的很热，但是又想要再撑久一点，再怎么短还是很可爱。谢谢，我也觉得。先去吃晚餐，拜拜，等等见。夏天这个长度有点纠结。对啊，就是夏天好热哦，就想要短一点，比较凉爽。勇哥 ，Hello， 这样剪了几公分？哎，我剪超级多的，我剪完之后看那个头发就哇。每一撮都那么长，哎，我剪了很多，我剪超长的，我看应该有12公分左右，12公分吧，因为我原本已经留到还蛮长的了，我剪超多的，是感冒，对，因为妹妹前几天发烧，就是喉咙痛、流鼻水、发烧，然后那天。那天因为就是爸爸妈妈有事情，然后就不在家，弟弟也跟他们出去不在家，所以他感冒那天是我一个人顾他顾了一整天，所以然后后来妹妹好了，然后就变成我好像被他传染了，就是顾完他隔天我就开始觉得哎喉咙好像有一点点痛，然后再隔一天我就发现啊我感冒了。你可以进来，我陪到你，那么夸张好不好？你干嘛啊？蠢呢、欸！哎，反正现在已经几乎好了，就昨天喉咙还很痛，但现在就不太好。这有快十，有，我减很多，我减很多，大概10公分，十公分多一点吧。好忧伤，想遇不忧伤，不忧伤。谢谢鱼萍的小浪花，这么精确？没有啊，我大约估算的，我就是想像那个时候我看到地上的长度。对啊，大概有啊这样子，大概有这样子吧。
有十公分，感觉十多一些，不知道多少，差不多。弟弟把头发收起来，这很恶心哎、欸，收紧头发。Luca 要剪头发吗？剪到公司法长度啊？为什么你剪短一点啊？像我都是那种一次剪短，剪多一点就可以少剪个几次，因为我很讨厌出去剪头发，我觉得好麻烦，我超级懒得出去就是剪头发。我会让我自愿出门的，基本上就只有一个情况。就是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，我才会自愿出门，不然其他时候我都很不想出门。所以我就是每次我都想着我要剪头发，但是我一直很懒得出去剪头发，所以每次都会拖很久。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一次剪多一点，这样我就不用太常出去剪头发。卢卡可以剪短一点啊，反正现在，对啊，现在。应该也，对啊，现在也没有就是规定说不能剪比公司照还短，不是吗？可以剪短一下，现在 OK 啦，短一点舒服。深写抽到丽卡的纸笔了啊！恭喜耶！哇，开心，谢谢你抽我。这也是互相传染吗？应该是，我被你没传染。谢谢七二四七二的守护灵。哦，感冒才丢，好忧伤。我还以为你看到我剪短发，觉得很忧伤。看样子成员都是被热到怕，就很热啊，很想剪。哎、欸，红包得全的红包哦，抽起来，我、哦，哎、欸，我抽到啊，哎、哦欸，运气最佳运气卢卡、欸，哇，谢谢得全的红包，哇，卢卡今天运气很好，卢卡今天抽到最多，耶、yeah, ，谢谢上庭的爱心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洛克的红鼻子。文凯 ，Hello， 桃花哥，嗨，卢卡剪短一点比较凉爽。对啊，剪短一点啊，我也觉得剪短一点。要把我拐出门？有、哦，可以哦。在我家我就是家门口，或是那个附近有好吃的东西什么的，或是什么可能附近摆什么。烤肉摊什么的哦，但我一定会吃，决定就可以让我出门了。只要有好吃东西，我就愿意出门。对，其他的情况，其他原因就很难让我想出门。基本上我就是吃东西特别愿意为了吃的出门。你上次官方前来跟我说，你没有第一，对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我不知道。没有，真的，我那个时候，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是那个显示的问题，就是是我这边的显示的排名，它错了，它没有更新。这个我那个时候还特别刷新，我还一直刷新，想说嗯，没有变啊。那我后来有看到，对不起，小玉，谢谢小玉，小玉不要难过啦，不要生气，没事。我这次会看仔细，上次真的是他没有，就是我这边前四的排名他没有刷新，所以我才会想说，没有啊，奇怪，听了很多次，抱歉，哎呦，真是有啊，我后来关播之后，我有发现，哎，糟糕，小玉真的是第一耶，那个时候我这边的没刷新 ，I'm sorry。谢谢鱼萍的小浪花，
我只担心被公司骂。哎，不会啊，你剪之前先跟姐姐讲就没事啊。你剪之前先跟姐姐说你会剪，你要剪头发，然后大概剪到哪里就可以了。像我也是先讲了，虽然我在她回我之前我就去剪了，我讲完然后马上去剪，这样子她还没有读，我就剪完了。对，反正先讲就好了，先讲就没事了。你不要没有讲自己去剪，然后之后被他发现，就觉得你怎么突然剪头发？只要不要这样就好，你只要有先跟姐姐讲过，让她知道哦你有剪头发，这样就没事。可以的啦，我每次都这样子，我always 这么做。感谢你，不客气。可以啦哦，没问题啦。可是真的啊，你就先跟姐姐讲就好。你如果怕的话，你就等她回你嘛，你就等她回你说哦好可以剪，那你再去剪。啊我是没等啊，我是直接就去剪了。你可以等啊，你怕的，你如果会担心的话。每次结束都一直跳针，有吗？我已经剪了。不行，哎，不会，怎么可能不会的？他们不会说不行啊，我相信。不会说不行啊，我之前就问过了，姐姐就说只要不要跟公司照差太多就可以啊，所以可以的啦。剪下给姐姐，哎，不要闹，不行啊，不可以，不要闹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哎，我，哎呀，我哪有，我没有教，我没有带，我没有乱教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我讲的很正确啊。没有啊，你可以等嘛，对啊，你就等姐姐回，你再去剪嘛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，很 OK 啊。刚刚看到丽卡剪头发，超惊讶的。不要那么惊讶，那我跟公司照没差很多吧？我跟公司照有差很多吗？公司照不就到这边而已吗？就差一点点而已，差几公分，六公分、五公分、六公分而已，还好啦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而且我头发长很快哦，一个月我就长回公司照的长度。我没有带坏卢卡，不要乱讲。刚刚去剪头发，哦，真的很热。网页版会一直跳帧，真的？那你为什么要网页版？不要用网页版。你什么时候剪的？没有啊，就这次剪的。上次还没。上次还是长头发的。嗯？干嘛？你可以乖乖等，但我都不等。对，你可以乖乖等。啊我就看看心情。对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是前一天晚上讲的，然后隔天下午去剪的。啊，我怎么知道？那就是还没回，我没办法。我有预留时间呢，我怎么知道没有回啊？对不对？我也就是有等了，我等了16个小时，对，啊没有回我就啊，那我就去剪啦。所以哎，我还是乖的好不好？拜托，我不是剪之前才讲，我是要剪的前一天晚上讲。踢我哎！你怎么知道我踢人？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又没有拍到。你怎么知道我刚刚踢弟弟？你们太强了吧，透视眼啊！我明明没有拍到。弟弟回来，对啊。现在拜的玫瑰，意思问一下。哎，你们不要乱那个啊，那个带歪风向。你们不要乱讲。啊、oh, ，我没有在怪谁，你们不要这样子。动作很明显，真的、哦，报备而已。我本来就是报备啊，我本来就是报备啊，
我就说我这几天会去剪头发，先跟姐姐报备一下，我就这样讲的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不是问他可不可以，我是直接说我会去剪头发，这样子。我是说我要去剪，我这几天会去剪头发，先跟姐姐讲一下，我就这样讲而已。对，我只是报备，我是报备，我不是取得同意，我是报备。你们这么讲了，我才发现我的确是报备而已。OK 啦，不用同意啊，不用啊，除非你要改变很多，那就要公司同意。如果是只是照原本的样子修短一点，那 OK， 那没关系的。我以前问过哦。不要把我讲的好像都没有先取得同意什么的，没有啊，你们哎，你们怎么，我怎么觉得你们觉得我不太乖？没有，我都有先问过的，我以前有问过，我以前已经问过了，姐姐说只要跟公司照差不多就可以，除非你要改变很大这样，所以。我以前已经取得过同意了，没问题的。有没有啊？对啊，跟公司照差不多啊，没有差很多嘛，就差个五公分而已嘛，还好了，一点点而已。五公分很多吗？还是 IG 要发一篇，抱歉，我必须要休息一阵子。等我头发长长五公分，我就可以回来了。不会好不好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吓人家。不会，不会啊，因为个人因素，我必须休息一阵子。一个月长1.2公分，四个月我就将回来。不会好不好，那么夸张。不会啊。没关系，大家有心理准备。哎、欸，我头发长很快，我头发一个月我就长那么长。一个月1.2公分，一天0.04公分。真的？可是我觉得我头发长很快。啊，那一个月1.3公分。我公司照，我记得就大概这边啊，这样多长、啊？5公分。四月，刚好8月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差不多到8月是不是？我生日的时候就会回来。啊！笑死！头发要长回原样长。不会啦，没关系，以后要休息也不意外。只是从可爱变成超可爱，对吗？短发自拍没有，还没有拍，怎么？你们想要我发是不是？改天呗，改天等我有。化点妆，我再拍。道歉文。不要乱讲话，乱讲话，乌鸦子。吼、哦，真是，切，不要乱讲。为了弥补我的乱讲话，请你吃一颗蓝莓。你又买蓝莓了？妹妹不要晒干的，也不要榨汁的。就是要这活生生的。啊，还不错。难怪妹妹要活生生的。听到短跑就来了。哎、欸，哈喽。A B Fly，Hello Hello， 喜欢我短发吗？可爱吧？我觉得挺适合我的啊。Hello 朱雨嫣，晚安。你们不要听妈妈乱讲话，放心，没事。谢谢朱雨嫣的红鼻子。好久没看到 A B Fly。对啊，真的有好一阵子没看到他了，勾勾都不见了。
什么？哦，腿不会。哦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开的时间你要上班，没关系，没事没事。咋太可怕了，桃花哥。很忙哎、欸，热啊。哎、欸，你帮我倒一杯水好吗？谢谢，快点啦，好渴。啊，嗯、喉咙痛，嗯、好像好多了，有一点点痒痒，快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的水。现在才换。先去忙了，拜拜。上庭，拜拜。拜拜。姐姐跟我讨水。哦，刚刚怎么没跟我讨？我有给一个蓝莓。哎、欸，啊，之前那个在哪里？弟弟的声音好棒啊！没有写，哪有？哎、欸，小屁孩声音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水啊，给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哦、快点、啊！你刚说什么、啊？我刚刚没说什么。有些人喜欢听与事实相反的东西。你开的时间刚好是我还在上班但心已经下班的时段。我觉得我不管什么时候开、就是、你的心应该都没有在上班吧。简单来说就是想下班的时间。我觉得我不管什么时候开，你的心应该都已经想下班了。不舒服还骂自己那么大声，还好啦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好多了。我昨天前天比较不舒服，我今天已经好很多，已经有那个声音了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我昨天做的晚餐拿出来热一下，感谢你的支笔，不客气，上庭。好大声啊！反正来个截图。可是我今天素颜的、啊，我每天都素颜。我没有打扮。接着啊！你们要截吗？还是我下次化个妆再给你们截？还是都截？哈哈。对啊，切多吧。切多吧。哎，B图来，拜拜。对啊，切。下次见。不用了吧，我就是厚厚的。其实我想要像下半那个外面的那个牛排一样，厚厚的啊。哎，可是厚厚的。很厚，很好吃啊，吃起来。可是厚厚的中间都会神神的。都结，直播上素颜比较习惯，真的啊，哎、欸，好神奇啊、哦！竟然大家是比较习惯看我的素颜，太神奇了。是不是只有我会每次直播都素颜？明天让我们可以吃到好。明天化个妆来接一下的话，对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明天化个妆接一下。都接吧，都接，今天也接，今天接一点，明天接一点。七号八月已经都死早一样。没有早那么慢，可以。哎、欸，贤仔，哦，好久不见，贤仔 ，Hello。我刚刚的说法会很奇怪吗？不会很奇怪啊，我觉得很开心哎。你这样讲，我还蛮开心的，就觉得哦，我的素颜，大家都看得很习惯，很棒，太赞了。这样以后我就不用化妆，一直都素颜就好了。你知道我有时候还会在想，我每次直播都这样子，就是邋里邋遢，邋里邋遢。我每次素颜都不是，我每次直播都素颜没有化妆，然后也没有打扮什么的，
就是超级素这样子。我有时候还会担心说，你们会不会觉得啊，为什么我每次来看你都是就是很素的这个样子啊，都没办法，就是一看就觉得哦好美，这样都没有这样子。那我还在想，会不会你们会不会觉得，就是没来看，哎，有道理哦。对啊，我还在想会不会你们啊，恶心，好看啊，给他们看啊，好啊，这个肉，牛肉，牛排，哦，血味，让他们想吃。让他们血味，边肚子饿边看。啊，因为好像很多人还是喜欢，就是看有化妆弄得漂漂亮亮的那种。是啊，我很素，太素。你要接多厚？你现在可以知道哪些已经离开的，就是喜欢，就是不喜欢这个。姐，对。这个现在几分之几？一半。第一的，一分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不就薄一点嘛，我就要切一半，嗯，这一半就好了，真的哦，嗯，太厚，那太厚会很难煎。厚的话，你一片从八分熟、七分熟、六分熟、五分熟、四分熟、三分熟都吃到了耶。没有，你中间会是整个是生的，那就太厚了，不然就是你外面会变得有点老。你是买什么肉？板腱、嫩腱、特选嫩腱、里脊、牛排、里脊、嫩腱、里脊，应该很嫩。它都是嫩的，应该还蛮嫩的吧，嗯，煎煎看。同组的还有更邋遢的成员，有吗？谁？没有吧？素颜看习惯，这样公演跟握手会有另一种风情。这样子。哦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可以。对，公演跟握手会再好好打扮，素颜就不直播就是一个，最原始的状态。哎，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好，就直播版就是很平常生活，就是很长，就直播就是这一块我也有点懵了，很平凡嘛，那当然就是贴近生活最好。这个我要弄掉。直播就是生活化一点嘛，就是。对，就是最原始的自己，刚起床的自己这样子，就素颜就好了。然后有活动的时候，因为活动就是比较特别了，所以才再特别打扮这样。这样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啊，就平常直播就是最生活化的状态，最就是很对很生活一般生活的状态就好。先让我看一下他的直播表，可以出卖他，谁说吧。谁比我还邋遢？你这样有算邋遢吗？感觉还可以。现在是还好啦，有时候刚睡醒马上直播，那个时候头发就真的挺乱的。我还蛮常就是睡醒的直播。要拿什么？我让位好了。我让位。同组的哦，哈哈，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可以煎好吗？姐，你不上班？要找我煎？快点啊！不用啊，我来煎，但是我衣服还没洗。你去洗啊，我来煎。我煎！姐姐想要秀啊？没有啊，哪有啊？那有什么好秀的？就丢在那边，等他手在翻里面不是？那你想要表达你的女子力很高？没有啊，我不用，我不用表达，他们都知道啊。你没有女子力。对啊，我更没女子力，我还需要表现什么？我完全没女子力的人，我也一点都没有想要表现，好不好？我超讨厌不帅的。自然就好。直播不打扮这件事合理化。哎，本来就是啊，你看，不是，哎，如果你看直播，一个礼拜两三次。如果每次看到都是
化好妆，漂漂亮亮的，不会看腻吗？看久了就腻了，看久了就啊，每次都一样，这样子表就是有活动，不是就是如果每次都弄得漂漂亮亮的，那活动看到就不会觉得很特别啊，就是要有一种平常很普通，但是一有活动就哇，怎么差这么多啊？天哪，那种感觉。这有你只是给自己找借口吧。真的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平常就是可能看习惯哎普通样子，然后如果然后突然间特别打扮，就会啊好不一样哦，啊好美哦，天哪，这样子不是吗？不是这样，明明就是。你看你们看我直播，你们看我直播的时候，就是跟我聊天都那么一点都不紧张，很顺这样子。可是我为什么会一打扮起来，你们不是每个都很不习惯我那个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就开始不习惯，就啊，怎么今天就是有特别打扮，跟平常看到的样子不一样。一个是打字，一个是面对面。哎、欸，这太低了啦，你们可以帮我调高一点。奶油妆，直播就很美，是那种的。哎、欸，帮我调一下，它好低哦。这个怎么哎，太低了。我手全都洗了。我来煎牛排。就垫个东西在下面啊。煎牛排。难道用热水桶来垫啊？没有。我不然不能按掉。没事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调这个就好。那你降不了啊？把拉直这样子啊。降，那你降不了。可以吧，还不如把它压到最低，让中间三个角卡住，压到最低。什么意思？再往下压。再往下，再压。我压不了啊，你帮我压一下。哦。把这卡住。卡不住啦。多起来。好吧。哦，可以。还不如这样子，你要这样子放。好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吧。有没有？是相差距。哼。要吵。煎牛排啦！妈妈，你茶不这样用低音壶煮吗？是啊。OK。我们来煎牛排。不然不给你，不然你用这个卫生具。这个是我昨天用的。拿去，给你。那么大的吗？小的就好了吧。你先拿走，它好重。我现在只有右手能用，好吗？我天啊，为啥？左手是血，都是油的血，都是牛血。哦，好了，太大了。小螺丝。煎牛排，我要不要用奶油煎呐、啊？我记得有奶油吗？嗯，拿个奶油给我好，我用奶油煎吧。比较好吃，会吗？不会。那为什么那种餐厅主厨都要特别用奶油？他不是用奶油，他叫猪油。没有，他们有用奶油煎，真的有用奶油煎。你确定是煎牛？有，真的有，你看，奶油煎比较好吃，有，真的有。哎、欸，不要啊、哦，这样很恶心哎，这样会很油哎。不是，你如果不用奶油煎，那你还不如。那你还不关火，关火，关火，没有关小，关小，关小。那你还不如不要喷油，因为它牛肉本身就有点油脂，你用它原本的油就好，干煎就好。然后我刚看就是关。要关吗？要关啊。哦。谢谢。奶油煎很香，对没？我就说有用奶油，真的很多很多站餐厅主厨都是用奶油煎牛排。你不要奶油煮一煮烫到就可以了。我当然不会啊，当然是切一块丢下去，用锅铲去撸它。你不要把它撸出来，可以不可以？啊、
啊，够粘锅就不用了啦，哎呦。不是，那是会香，用奶油煎会香。我们家有吗？我们家有奶油啊，打开冰箱。拿。我好不容易加到这边了，你让我拿不了啊。算了，要关火才会有警报声。没有，妈妈在煮茶，妈妈在煮茶，用这个水壶。我们家的人数很爱喝茶。那个水壶就是茶滚了会叫。对啊，就是像快锅一样。那我去拿个奶油好了。可是你都喷油哎、啊，哎、欸，你这样会很油哎、欸。弟弟刚刚自己哦，弟弟哦，我的天啊，他倒了。你不要碰他。我没碰他。吓死我！你那个什么，太重。吓死我了！你都喷油了，那我还用奶油吗？是不是就不要用？可是你已经喷油了，我再用奶油会很油。所以你决定了，那就算了，你先给我一片肉吧，你放上来，我来煎一下，无盐奶的比较好。有啊，我无盐奶，我过去拿。不是，我这样很困扰。你现在手不是刚好就是都是牛肉嘛，就丢一片过来。OK， 好，你看你给我那么大口子，它根本没那么大。好啦，我来煎肉啦。有没有铲？多铲？多铲你都可以自己好了。不是在水槽吗？在哦，真的。弟弟竟然喷油了，以为弟弟减肥成功，没有减肥成功，喷油了。弟弟喷油，太阳好大。喷油了。梅居客。Hello， 谢谢你的四叶草。谢谢青云的玫瑰。哎 ，Hello， 夏库拉，樱花之前中文，谢谢夏库拉的好多玫瑰。谢谢暖风的枫叶，船长 ，Hello， 晚安啊。Thank you。是的，船长。阿豪。好呆哦，樱桃小丸子。哎、欸，是要直播多少全部吗？看你啊，你快点煎啊，我要吃。好、哦，我忘记了。我每次都在跟就是看，就是看那个留言看一看，就忘记我要煎东西。我用小火煎就好。不然你看，你又自己觉得好吃吗？晴雨，拜拜。梅居可 ，Hello， 谢谢你的四叶草。谢谢暖风的枫叶，给你们看，牛排在这里。其实我可以一次煎多快一点，你要不要再放几块过来？哦，这么大一个，行，没问题。不要小的就行。不要，先这样。那你快小了。啊，你还要啥呀？送你快小了。好了好了，放吧。嗯哼。这一块是落单的顺便。哎呦，很满的啦。小火煎牛排好吃。我之前找到一个烤牛排的 YouTube 频道，上班无聊就会看，呵呵，上班看牛排。来啦，煎给你们吃，煎一块。嗯，看你啊。倒太多可能会骂，你要不要冰起来？你先把身边剩下的冰起来好了，不要让就是你退太久，等下它生细菌这样。
啊，身体菌不太好。我的冰箱还有空的。你就移一移啊，还是得放进去。有筋耶，这条，这块好大条的筋。三分熟，我们三分熟，剩下给你，可以哦。芊芊的频道，哎，我也有看，我也是，我也会看他的频道。但我看他吃东西，就哦，就是他吃那些好吃的东西，就觉得哦，看他吃的很开心，我就也看得很开心。看他吃就觉得哇，因为他就是他吃东西看起来就是都很好吃，就会觉得啊这东西好好吃的感觉，看着很开心。大蒜哦，怎么用大蒜？撒在上面吗？我有准备那个啊，我有黑胡椒粉。对，我们有黑胡椒粉，直接撒点黑胡椒，意式香料，我只有黑胡椒粉。做菜频道，啊，我没有看过那个。放在旁边一起煎啊，真的。其实大蒜，你要不要剥一点大蒜给我，放在旁边一起煎？那要怎么吃啊？一起吃啊，不要煎太熟。装饰的嘛，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有人会把它们配在一起。配在一起吃，那你要吗？加点大蒜。我不喜欢。最近有被怪怪的人搭讪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会被怪怪的人搭讪？我看起来那么凶神恶煞，谁敢搭讪我？哈，没有人敢搭讪我，看起来那么凶啊。哎，干嘛？有吗？那很久嘞。最近是指这两三天了。哎，好了，盘子给我一个吧。啊，我自己拿，不好意思。I'm so sorry。煎一些蒜片，弟弟说他不想要。奶油煎一些羊菇大蒜，哦，还不错，感觉哦。你凶我，我看起来很凶啊，不是吗？我没笑的时候看起来很凶啊。有没有？对吧？哎，我拿个盘子吧。对弟弟来说很凶，一口蒜片，一口油排，哦，哇，很享受的感觉。面恶心三。Luna Udo， Hello， 晚安。你比我凶吗？真的吗？你今天干嘛一直飞吻？因为心情好，吃牛排心情好。心情好，心情好。啊？那个。精神好啊。是啊。哎，你，拜托，你离健身。
超的年纪比较近哎、欸，怎么我记得比你熟啊？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嘿，同学。我都是刚复健的。对。他在那个复健。可以吃啦。嗯，可以吃了，哇，哇，可以吃啦。那你说，因为我有社团，所以超感动。我哥去那边见见到。什么社团？那什么科的女士。你呀、哦。对啦。笑死我。哎，帮我拿个刀子好不好？叉子，刀叉子，洗好手拿拿下来。我就看着你洗好手。我回来到现在都还没有停下来过。对啊，你都在吃吃喝喝。我嘴巴也还没吃过东西。你都在滑手机。我手机也碰都还没碰哎、欸。都在玩你的娃娃。谁在玩？有啊，你在摸。我以为回来很快就弄好哎、欸。为什么我觉得这边筋很多很硬的感觉？你看这边都是筋很多。我拿筷子干嘛？现在拿刀子。好吃。没有刀子。你今天怎么不理我？没有啊，我当然不理你。我有理你啊，你留言我都有回啊，还是我漏看？那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要误会。他叫冰啊。享受的话，萝卜泥跟 A 碗酱汁。A 碗酱汁是什么？会介意粉丝手上的疤？为什么不会介意啊？为什么会介意？我自己身上也有伤疤，有疤还好吧？我没有截绯闻的天分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再截我白眼了、啊！你的，我觉得你的手机里应该很多我的白眼。谢谢牛排的赞赏。A 碗就说有点酸，这就是有点酸酸的。什么酱汁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A 碗酱汁是什么？快点！我要吃，快点！哎，给我切好，喂我一口。手上有伤疤？没事，我自己也有伤疤，我身上有伤疤。我的伤疤到处都是。我要吃，给我一个啊！吃吃，上面写 A 碗哦，真的假的？有这种酱啊？我去找找看。我只知道，每次吃牛排都会有蘑菇酱跟黑胡椒酱，两个这样选。两个都很好吃啊。对啊，对，两个都很好吃。但是我以前很喜欢黑胡椒酱，因为辣辣的。但是我后来反而比较喜欢那个。蘑菇酱，因为黑胡椒酱就是有点辣辣的。蘑菇酱里面不是有黑胡椒？蘑菇酱比较有味道，比较有那种。我还没很吃，你要这么一大口？对，我在咬。好，来帮我切一下，加胡椒酱。对，黑胡椒酱，我以前是黑胡椒酱，我喜欢。现在比较喜欢蘑菇酱。啊！我要去换刀子。啊！这种不用了，这个妹妹也要用的，等下太厉害了。IKEA 有那个牛排刀啊。哦，好大口！等一下，它比……嗯，好吃。蘑菇酱，自己煮哦。蘑菇酱、黑胡椒酱可以自己煮啊。我来学一下。反正材料又是我处理的。水泉他呢？喜欢蘑菇酱，我也喜欢。其实刚刚是说爱你的，拜拜。我接受你的爱。红人酱。哦，没有看过。
小盒子，谢谢。酱汁的食谱，好啊，谢谢。不是那个酱套，好吧，没事。哎，你吃太快了吧，瞬间不见一大堆了。留给我一些，你去哪那边？这边给我。你吃太快了吧？哎呦，好热，好痛啊！我刚刚咬到一个好硬的，牙齿痛。嗯，哎，好硬啊，有一块硬的。我的牙齿会断掉。这块谁都行。我好像也有，我拿卫生纸。嗯。那你吃的跟我同一块。真的。我要吃下一块没有筋的。你给我啊，你去拿别的。哎，哎，你刚刚不买了？越是牛排都会摆。啊，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过？这有筋吗？没有。把它吃掉吧。你把它切掉一下，你把它烤筋切掉。还有那生宝宝，怎么现在才追踪？哎，谢谢！小娜生日大声说爱你，虽然你现在追踪我，但没关系。我也爱你，谢谢。没事。爱你哦，耶！你也给我打好。别人要你的错。我也要。哎，你再拿几个，我再煎。等我集好大声说爱你再送你，谢谢。你有没有拿给妹妹吃？妈妈，我是几分熟？七八分熟。七八分。七分熟八分熟，我不敢吃太深的呀。我以前喜欢五分熟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开始有点怕，有点觉得太深了，所以后来都吃七八分熟。好熟哦，很熟吗？真的、哦，雨瑞 ，Hello， 吃吃吃，好吃！哎、欸，大块拿去，再煮一下，吃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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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嫩哦，真的是嫩的。啊！你怎么突然跑过来？看到你了啦！呵，弟弟，弟弟，呵，弟弟，还好不是我吓死了。怎么突然跑来了？我可以，我可以啊。你可以啊。全熟，听说不会很干吗？越吃越深，我越吃越熟哎。吃完，吃完，吃完。嗯。但是那个筋很多，你自己挑一下。很好吃。对，你再去煎这个。我很想。嗯，我怎么走开？等一下。当麦克风了。哦。越熟的越爱吃。啊，是哦。可是太熟了，我会觉得有点硬，所以就不喜欢。好啦，念个排名吧。我要来好好吃我的肉。后面的蛋白质粉，蛋白质粉，哪里有蛋白质粉？蛋白粉，没有的东西。弟弟小心不要练太重，他看起来很重吗？没有啊，他看起来不会很重啊。他减了十几公斤。
啊，就一直在十几公斤，一直到现在都没在减。没啦，慢慢的啦，现在是慢慢的。九分熟，我觉得全熟九分熟都有点柴。反正你们现在，我还是喜欢深一点。哪有？第十名青云，谢谢。第九名维基分大师，谢谢。第八名上庭，谢谢。第七名暖风阿塔布，谢谢。第六名草莓酱，谢谢。第五名七二十七儿，谢谢。第四名 Ben， 谢谢 Ben。第三名 Sakura 樱花在学中文，谢谢 Sakura。第二名祥玉，谢谢祥玉。第一名强纳森宝宝，谢谢强纳森宝宝。耶、yeah, ，这次应该没有不对吧？我的排行榜，哎，我也想吃啦，你们一直吃，那我要去吃啦。好啦，那就下次，哎，明天我想想，我要来弄个什么晚餐。耶、yeah! ！给你们截图。明天我化点妆，给你们好好截图。今天很素，今天就是素颜。谢谢阿塔布的枫叶。这个是不是坏掉了？坏掉了，真的坏掉了。我就这一锅坏。拿一个塑胶袋。嗯。明天再丢。对，剩下多少？这是坏掉了。坏掉啊！要先买好，麻烦我换了。好啦，对啊，明天晚上，一样的时间，明天晚上见。铁板面。没有。哎，我面可不可以用那个，那叫什么？关东西面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铁板面，啊，那我来做做看那个嘛，对不对？蘑菇酱什么的。我想吃卤水泡面耶。可能。因为我现在家里有很多那个关东细面，很多，我们想要把它煮掉。好啊，那不然如果铁板面我可以用那个煮，那我们明天来试试看。啊，那就这样啦，拜拜，明天见。离开了。明天晚上见，先水煮就好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明天来试试。要拿脚握手。啊，没事。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好了，这留着。拜拜。哎，不用了，反正我也用。可是这好像。